昨晚，大美晋江惠民舞台工程寻找马克波罗的足迹，意大利钢琴女高音音乐会在祖昌音乐厅举行，优美的旋律以及动情的演唱让观众陶醉。这次音乐会由第六届国际四手联弹钢琴大师第一名获得者罗贝托·巴拉利和第十二届国际青年歌唱大赛上获得金奖的女高音安吉拉·甘道夫联袂带来。整场演出分为出发前的威尼斯、欧洲启航、横渡地中海、抵达北京、歌颂东方和旅行者的记忆四个篇章，其中还融入了中国元素，演唱了《我爱你中国》、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等中国曲目。演出中，女高音安吉拉·甘道夫多次来到台下与观众亲切互动，熟悉的旋律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。这个男钢琴家十分的热情，然后女高音的话，她也很这个歌唱的技术也特别好嘛，他们的对音乐的那种热情啊。紧张，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。